建立在1911年，哦，明末在陆记时代1911年那时候，就是把有在一些尼姑和尚他们就在这边组一个，哦，组个是啊，在这边念佛啊，啊五寡五祖的，哦，他们的骨牌要寄望在这里啊，牌位寄望在这里。哦，啊，这是在。那民国差不多40几年，那时候这里都有幼稚园，两旁后面都有幼稚园，但是后来，因为到差不多70、80年那时候就慢慢没有经营了，因为幼稚园后来私人的开的又很多，啊，人讲啊，这有的那个，他有的是在念佛，有的到这个人到，后来就没落，无他，啊，没有他，56年他就盖了这一间这一栋。哦，他本来是乡德字爷哦，民国元年那时候，前一年盖的是乡德字国企的，啊五十六年就把它拆掉，重新整修的。